智者，你居然还没死！你真该换一种和人打招呼的方式了，千杰。你准备活到什么时候？好吧，至少你努力过了。有时间谈谈吗？我说没有，你就会滚了吗？不会的话，那你还问什么？有话快说。 我想和你聊聊与背叛者有关的事。既然你和鹰曾经都是独勇的一员，那你们对此的了解应该也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。别在我面前用背叛者来称呼鹰，绿者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鹰？不，我指的不是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我的，但当时在场的那些，他们难道就比我更像是人类吗？ 千姐，我想要说的是，他们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孩，却说是恐惧替他们扣动了扳机，迎来了难得的胜利。他们甚至在为此欢呼，为此庆贺。一群垃圾渣子，死有余辜。千姐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想问的是，你还想问什么，绿者？ 算了，至少我也努力过了。